Hello， 大家好，我是古今。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下韩版在这一次的骑士道改版之中啊，总共送出了五张七叠卷哦，真的是有够赞啊！一次就给了五张七叠卷哦，整个嗨起来了。那我们这一把这五张七叠卷啊，按照这个活动的类型来分为三种，有这个半球冠军的 TJ， 还有骑士道改版的 TJ， 跟这个签到 TJ 哦，有这三种七叠卷哦，然后总共有五张。好，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第一种 TJ 卷哦，第一种 TJ 卷就是我们的半球七叠卷。那之前有一个活动就是要支援我们的这个 NG 的一个恐龙半球队哦。要支援他哦，要帮他加油，然后他有中了一个应援卷哦，加油卷，然后只要我们的 NG 的半球队获得冠军，这一张卷轴就会变成我们的 TJ 卷。好，那这边是韩国职棒的一个赛事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NG 恐龙队的对手是斗内熊队哦，然后大家跟这个 NG 恐龙队跟这个斗内熊打了很多场哦，总共打了六场，来看一下他的战绩哦。首先第一场。第一场是5比3赢了，然后第二场4比5输了，然后第三场6比7也是输了，都是输一分哦。然后接下来第四场3比0赢了，接下来第五场5比0也赢了，然后接下来第六场4比2也赢哦。然后这个赛事啊是打7场的哦，只要获得4胜你就可以胜利哦，拿到冠军哦。然后我们的恐龙队就4比2拿到冠军哦，这就是这一次的 NG 半球队的一个比赛成绩啊。所以我们的这个 NG 加油卷啊，就变成我们的 NG 七叠卷哦。有什么功能呢？这一张七叠卷是有这个魔法娃娃七叠卷的效果，魔法娃娃的七叠卷啊。那它的合成计算时间啊，是2020的5月5号0点到2020年的11月23号20点之前哦。然后使用时间啊，自从11月24号，也就是改版当天，然后到12月9号为之前。需要在指定时间内有合成失败的记录，才可以使用这一张 TJ 卷再拼一次哦。这是魔法娃娃 TJ 的部分哦。好，接下来是第二种 TJ 卷啊，是我们的骑士道改版的 TJ 卷啊。那每一次改版啊，一定都会送这个 TJ 卷哦。然后这一次有两张 TJ 卷，分别是这个一般装备的 TJ 卷啊，还有三层饰品的 TJ 卷。那这两张 TJ 卷的合成时间计算啊，是从开服然后到2020年的11月19号10点之前啊。那七叠卷的使用时间是11月24号到12月9号维修之前哦。12月9号维修之后啊，这两张七叠卷就会被删除啊，所以大家要在这段时间之内把它用掉啊。那一般的装备七叠卷啊，是可以回复稀有以上阶级的装备哦，例如武器跟装备。那回复之后啊，这个装备会变成 clean 的啊。哦，例如我们回复之前爆掉的这个祝福的水山加8的恶魔王装手剑。回复这个道具之后啊，我们会拿到这个加8恶魔王装手剑刻印哦，会变成这样子哦，会变成不能交易的物品。相关的祝福强化啊，还有属性强化也都会一并的被删除掉哦。那另外爆掉的装备是绑角色的哦，所以你在 A 角色爆掉的装备啊，你是需要在 A 角色使用 CJ 卷才可以复原这个爆掉的装备哦。那如果你没有装备可以回复啊，你可以把这个 TJ 卷做成五官或者是神官的一个制作秘籍，然后来做五官跟神官的装备。接下来是三层装备的回复 TJ 卷哦，它是可以回复三层装备的哦。那三层装备有这个皮夹克，还有耳环、戒指、印章、肩甲、手链等等哦。那这次啊是不用拼强化就可以直接把装备拿回来的一个 TJ 卷哦，真的赞哦。那这一张 TJ 卷啊，如果你没有物品可以回复的时候啊，在一般的伺服器啊，你是可以把这个 TJ 卷啊做成这个三层装备的饰品兑换卷哦，像是皮夹克啊、耳环、戒指、印章、肩甲、手链都可以制作。那经典伺服器的玩家、啊、是可以把这一张 TJ 卷做成肩甲或者是印章的兑换卷哦，它可以做的项目比较少，因为经典伺服器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开放。所以经典伺服器啊，目前只开放把 TJ 卷做成肩甲或者是印章的兑换卷哦。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三种 TJ 卷来，就是我们的签到 TJ 卷啦、啊。除了上面介绍的三张 TJ 卷之外啊，在每日签到的部分也有 TJ 卷可以拿哦，有两张签到 TJ 卷哦，分别是变身的 TJ 跟我们的娃娃 TJ 哦。
那这两张的 GJ 卷模式都类似我们的隐藏 GJ 卷哦，都是需要在指定时间内有合成失败的记录才可以使用这一张 GJ 卷哦。那如果你没有失败的记录啊，你也可以用这个 GJ 卷再抽一次蓝变或者是蓝瓦哦。那这两张 GJ 卷的领取时间啊，变成 GJ 卷是完成地支周签到才可以拿到的 GJ 卷哦，也就是签到28天才可以拿到的奖励。那娃娃 GJ 卷啊，是要完成第五周的签到才可以拿到的一个 GJ 卷奖励哦，28-35，也就是第四周跟第五周哦，可以拿到两张 GJ 卷。那刚刚有说啊，这两张 GJ 卷是类似隐藏 GJ 卷的一个模式哦，所以他们的合成计算时间就比较特别哦。像我们的变身 GJ 卷啊，它的一个时间计算就是从2020年的11月24到2020年的12月215点之前。那娃娃 GJ 卷的合成计算时间啊，是从2020年的11月24号到2020年的12月28号5点之前哦。那这两张 GJ 卷啊，是可以让我们玩家有再一次拼纸的机会啊，所以大家也不要浪费哦，努力的拼一下哦，累积一下次龙，然后来拼一次这个变身或者是娃娃哦，不要浪费掉哦。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一个提示到改版的一个 GJ 卷哦，哦，一系列的 GJ 卷，总共有五张啊。韩版是有多了一张 NC 棒球队的一个 GJ 卷啊，那台版的话可能会没有。不过台版官方啊，应该也会想办法帮我们争出第五张 GJ 卷哦，搞不好还有第六张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GJ 卷活动介绍啊，我们的介绍就到这边。我是古今，我们下次见，大家要记得订阅啊，祝大家都能顺利拿到纸变或者是金变哦。好，那我们的介绍就到这边，大家拜拜。男子工作家，你若对这有兴趣哦，订阅一台骑落去哦，来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想要找古今抬杠啊、泡茶啊，你可以加入我们的一种 FB 粉丝团，还是赖群哦。我有一个赖群叫做古今与古威的秘密基地哦，大家可以加入进来，来这位抬杠泡茶啊。我爱大家知影哦，将这订阅哦，订阅这频道，然后都加入我们的 FB 粉丝团，还有我们的赖群哦。好，那就讲到这，大家拜拜。